乐的网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凤凰娱乐，你好，金棕榈特别栏目，我是戛纳新主播李宇春。我现在在参加戛纳电影节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部正在角逐金棕榈大奖的影片《麦克白》。不用多做介绍了，这部电影改编自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，好莱坞一线男星迈克尔·法斯宾德出演麦克白将军，而奥斯卡影后玛丽昂·戈蒂亚则出演他诡计多端、心狠手辣的妻子。The spirits that know all mortal consequence have pronounced me thus: Fear not, Macbeth. No man that's born of woman shall e'er have power upon thee. What's done cannot be undone. 这个版本的《麦克白》有哪一些新意？两位大明星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继续关注凤凰娱乐的戛纳电影节报道。